第一位网红事迹来。好，第一位网红他叫鱼竿，他很厉害哦，他的 YouTube 有80万的订阅人数，这么多，而且订阅人数，而且歌声太好听，被朋友找去录单曲。订阅人数有80万，就是他只要这80万人，只要平常没事就咚咚咚会跳出来。有追踪他，有订阅他，订阅就有80万。订阅人，然后浏览人次有600万，我才1400多万。你不要再吹了，喂，哦，还用踩？观众朋友受不了，可以叫车离开哦。你就搞，你如果受不了，可以帮我叫车让我离开。来，一起来欢迎鱼竿出场，带他的粉丝。有没有看到？这吓死人！有没有？来，孩子举高啊！开玩笑，你们是谁的粉丝？观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，这鱼竿是谁？谁是鱼竿？对不对？不得了，网络上很红，代表迪化街哎年货市场，鱼竿油加盖，鱼竿，鱼竿在你旁边。你好，水哥好，你好。在网络上已经走红一这个一些时日了啊。对，网上600万个点率，你。点多点阅率，你那个录制一个单曲是吧？什么样的歌？目前已经两个了，两个了。嗯，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自己想玩玩的那种，想玩没有公司在玩票，后来玩到有点玩到自费的。我们今天就看看到底能不能够出唱片了，对对不对？对，来考验你怎么看他？你怎么看他？他应该是唱歌的吧？看得出来。他不是歌手吗？有很多人。我要讲的是，很多人是冒这种唱歌的，难道是 model 吗？就有很多人他点阅率很高，然后也说是唱歌的，可是因为他穿有些会穿很露唱，然后他点阅率会很高。对，焦点的了，他靠的是刻意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吗？他还跟那个徐佳薇和哎李佳薇啊合唱，他才跟你合唱呢。那一次我是去那个节目代班，然后刚好来宾是李佳薇，是我的偶像。哎呦，那你们合唱什么？我们合唱大火。副歌唱一句，我们听听看大火，感受一下。高的哦。有些伤痕像场大火，把心烧焦难以复活，扑崩了，好像忘了，恐惧却在脑海住着，期待阳光炙热，爱来的时刻能用力去拥抱着，连幸福也可知着，觉得什么大家都可以举牌的，你们两位主审也给我们一些意见。如果你觉得说可以出唱片，不好听的话，你就举牌。是，然后这个罩子就盖下来，盖下来，盖下来，盖到最后30票真的不好听，就不要再考虑出唱片了。没问题，好吧。马上带来这一首歌，叫做《下雨天》。不行，太潮湿了，不准唱这个歌。你是鱼竿，遇到下雨天就完了。哦，什么戏？那换一首，换一首。唱别的。晴天，晴天怎么样？唱别的。就晴天吧。晴天啊，周杰伦的，周杰伦的，再来接首《下雨天》哟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我不敢拿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的雨停，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，谁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，爱上你我
鱼竿还不错哦 ，perfect。他是运气很好，我觉得他有点紧张，他有点紧张。哎，明智，你真的这是音乐人，太清楚了。你现在声音是被自己捆绑住了，好听是唱的比原唱还好听。Lara， 原唱是谁 ？Lara， 原唱谁 ？Lara， 好，那你讲喽。我只负责讲原唱是谁。你还说拉了啊？然后呢？因为你的肩膀你要放松，你肩膀放松，然后不是往前松垮，要怎样？要这样吗？你要松，对，要挺出，要挺小腹啊！你有挺吗？尊重奶奶，尊重奶奶，尊重奶奶，要尊重。然后你看哈，你站下来的时候，肩膀放松，往外扩。然后让你的胸膛往前，扩胸运动。对，然后嘴型，因为你嘴巴很小，所以你看怎样的这个要呀呀出去这样，一备一二来。怎样的雨？好多了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好多了？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好 ，OK， 好好。怎样的？但你不要唱，这是态度，但是你的嘴型要。更软一点，字唱更模糊一点点，把它丢远一点，声感哦，抛物线，预备，想象力，想象力，想象力，旧中路，旧中路，旧中路，太近，好，丢到旧中路，旧中路，好，预备。怎样的雨，怎样的夜，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？丢，再丢，雨要落哪？丢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最会教唱。很会来，刚刚那个声音呢，射进我的耳朵，是，我的耳朵已然怀孕，怀孕，已经着床了，哦，对，还有从这边流出来，被强奸的，对，有差，好，恭喜过关，请客，恭喜，嘿，谢谢你们太棒了。